我刚才被人鱼绑架。人鱼是谁？不是哪位，是一半人一半鱼的美人鱼。 不是左和右，是上和下。它上面是人，下面是鱼。头呢？美人鱼啊！在远古时代，人鱼和人类本应和平共处，谁知道？ 越暴力，人类是邪恶的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钱更重要？你是谁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刘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今天就凭你跟我斗？来啊！ 这整个海湾都是我的，这整片海洋都是我的。你别告诉我你已经爱上她了。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的最美丽、最干净的女孩。你不是人，你是天使。拿了钱去死吧！ 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分钟，假如地球上连一滴干净的水、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，你最想干嘛？